我叫庞杰，是津南法院的一名执行法官。这起烫房案件一度困扰了我很长时间，女方一次又一次的出尔反尔，让本案一度陷入僵局。之所以没有采取强制措施，是因为案件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原因。去哪里呀、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先去买吃的。油条是谁的？啊，我的，我的。给您钱。好的，好。又是信，你到底是写给谁的？你怎么管那么多呀？小秀，天天就知道秘密秘密。哎，你知道他的信是写给谁的没？写给他爸爸的呗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见不到他爸爸，就只能写信了。嗯，快点！哦，来了。等我一下。我也知道你现在肯定都不愿意见到我们，但这是我们的工作，也是我们的职责呀。我们法院这里也理解您的难处，我跟庞法官会去跟院里请示一下，让您前夫把房屋折价款100万打到我们这里，这样您就不用担心到时候您从这儿搬走他不给您钱。腾空通知单您也收到了，本月17号之前您必须从这里搬走，如果到时候您不搬走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拒绝。明明我才是受害者，法院现在要拘我是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最坏的结果了。我们今天来这里不就是为了避免坏结果吗？我们相信一定能处理好的。等过完生日咱搬走吧。生日？谁过生日？你要过生日了？嗯，也不一定会认真过了。那你有什么愿望要许吗？嗯，那你的愿望难不难呀？嗯，哎，我这有一个神奇的秘密，只要你按照那个方法去做，再难的愿望也会实现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哎，那你快告诉我。嗯，告诉你也行，但是你得拿你的秘密来换。
神秘人物，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妹妹。好了，现在该把你的秘密跟我说说了。对，我也想听。这也是听我姐姐说的。你们见过大海吗？听我姐姐说，大海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。你可以把困难都说给她听，因为它足够大，所以什么都盛得下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。嗯，但是每天跟她说话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她到底都分不清到底是谁在跟她说话。那怎么办呀？跟他说愿望的时候，手里一定得拿着烟花棒，还得在海边跑，就像我这样，这样大海就能看见了。别吵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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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了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你把孩子给毁了，你还有脸了是吧？孩子，孩子，别吵了。琪琪啊，妈妈去我们那聊点事情，叔叔会平安把妈妈送回来的，好吗？琪琪，姐姐听说最近你要过生日了，有什么想要的？喜欢玩具吗？姐姐买给你。你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你的？这是，琪琪对你讲过这张画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们原本以为他的生日礼物是想要个玩具什么的，结果他给了我们这个。琪琪有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琪琪这个孩子，有着跟年龄不相符的成熟。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孩子。你们离婚。伤害最大的往往不是你们双方，而是孩子。你们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分文必争，却往往忽视了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有人说，在一起需要包容，我觉得不完整。分开也是需要包容的。世界上总有很多事情不能如你所愿，情况既然不能更改，包容那些过错，去珍惜那些该珍惜的，岂不是更好？琪琪，妈妈。妈妈，嗯。谢谢你，庞法官。不用谢我，你应该多谢谢琪琪。我希望你这通过这次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，好吗？嗯。琪琪再见。叔叔拜拜。嗯，回家吧。我们先不回家。
个，你说的那个是真的吗？嗯，那也是鹏鹏告诉我的。可万一放烟花，大海也看不到呢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可以跑啊，只要一跑，大海肯定能看到。可为什么大海什么难事都能装得下呢？他不难过吗？不会的，他那么大那么远，就我们这点小事儿，他肯定不会介意的。走，哥哥带你玩。夕阳照着我的夏茉莉，夏茉莉。我歇一下。哎呀，琪琪，嗨，琪琪。唐叔叔。哎，妈妈，是庞叔叔。琪琪，我们来帮你。我是庞杰，这是我的故事。从事基层法院执行工作已经18年，辗转30个省市，直接数千起案件，见过了大大小小的纷争。强制执行的背后不乏种种温情，家事案件执行之难，难在强制利益与道德的博弈，难在法律与情感的较量。我们千千万万的执行法官，却在情理与法理中努力寻求平衡，守护初心。